doing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in a broke down car and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 No, I can't stop. So baby, pull me closer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As good as the day I met you. I forge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tay and play that Blink-182 song that w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Chainsmokers Closer 已经两点了，2:10第二个小时的飞碟有一点在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小时，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的话，还是可以打电话给我哦，02-2363-9955，或是一样可以在 Telegram 群组里面跟大家一起聊天。昨天呢，去看了电影《拿破仑》的试映会，那这个试映会呢，举办在新店玉龙城的微秀影城，然后 IMAX 厅。哦，我昨天坐在那个地方，我心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厅，把这个排数给记下来，它简直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座位。UK 金啊，按错了，就是如果你以后去新店玉龙城，你看 IMAX 厅，你可以坐 I 排或 I 排的前面、后面都可以。Oh my god， 那个视觉效果。然后昨天因为没有细看，不晓得他那个座位安排是不是椅子也有特别的看过高低差呢？就其实大部分对我的身高来说啦，我还是会很容易被前面的人给挡住那个字幕，所以我每次看字幕就是，天哪，这一块巧，
栗真是太好吃了，中间那个客就是外面那个人头挡住，可是昨天就没有什么被挡住的问题，也觉得很赞。还是天才 I don't know the difference， 我定的目标太难 I don't know the distance， 在你的领域你是天选之人 I don't brag about shit but hey you don't know my limits， yeah sorry that I drop it like that， maybe yeah but they don't learn the lessons个性决定你的命运，我也曾经是个粉丝，现在变成一个 loser all day。我不怕累，我照着镜子 like damn， yeah you're the man。我每个决定都不后悔，问心无愧。那些错过的烂事 I'll do it all again。我爱上现在的我，爱上现在的我，爱上双脚踏在地上不认。你好，玛丽。嘿、hey, ，你好。你好，我是。哈？我是凯特好。凯特你好。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新登场。凯特要跟我们说什么呢？哦，今天是我的生日。哇，生日快乐哟！谢谢。有要特别庆祝吗？没有哎、欸，我就想要一个人吃点好吃的，犒劳自己一下。然后我很喜欢玛丽，在台中吗？就是你的那个 IG 照片有一件那个 Martin Crazy 的衣服，所以我决定就是买一件给自己当生日礼物。你说你喜欢我去台东的其中一件衣服，所以决定买来当自己的生日礼物。对呀、啊，你喜欢台东哪一件啊？因为上面一个很大的小菊花。小菊花，你说蓝色那一朵花？对对对对对。Mardi。对。哦，哇，您真潮啊！因为，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第一眼就是哦超好看，那我查一下就是哇，价钱我真的是对，毕竟下手。他最近这个牌子正红呢，昨天温妮来，他也穿他这个牌子的 T 恤。哦，嗯，对，所以就必须要有个由头让自己刷卡。哦，那你也是买蓝色的吗？因为它有很多个颜色，对不对？我记得。对，我应该就会买玛丽同款吧。好的，我们一起朝下。嘿，谢谢玛丽，非常感谢玛丽，觉得是玛丽讲话非常开心。我也很开心，可以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哦。嗯、谢谢，拜拜。拜拜。Told me what I should know. Too much candy gonna rot your soul. If she loves you, let her go. 'Cause love only gets you down.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 Mika 的 Lollipop。 我们来听听吕士轩的大特醉。
的时刻不适合累得太紧。Alright， 理智的警官不适合开机。Alright， 今晚远离尘嚣的败笔，床边的泰迪，这个不知世俗的烂命。Alright， 先吃快的看一组，爽到天是飞的。九哥的肩膀背得长，烟都多喷的垃圾嘴巴别的辣，旁边忙着扣扳机，下个没完也没看到有喊停。就没这多闪避，看对眼就勇敢去。才没在怕你的大西瓜，有你呢，干的时候才没在放屁话。爽那那些公公啪顺便找点风后浪，快在几个天头的拿翘，都瞎闹瞎撒野就撒尿，牛丸都撒掉，哇快回轻松的达标，看不顺眼统统都撒掉。走忘了谦虚，原来被你吵架的地狼的野心都忙着前进，忙着多抱着美女再扛着回去，一切都是天意，用着棒的典型接力干完玻璃装的 Yeah we party Liar坏男生高明大的罪。长长的
琪的《中意他》2:26，你现在收听的是《非得有一点》。说到梁咏琪，我想问问23岁的白雪同学，你对于梁咏琪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短发。哦，你是说他有一首歌叫《短发》，还是他的形象就是短发鲜明？哦，他形象也是。然后有一首歌是《短发》，你知道？好啦，因为我最近有那个整理一下资料才知道的啦。那在整理资料之前呢，就是听过名字。那你有看过他的电影吗？你有看过《力谷新年彩》吗？真的是没有。I'm gonna go crazy， 着火暴走，音乐蹦蹦蹦超松，年纪上来都会想要把我抓走，我就是怎么都不算，什么都不敢，像是一颗子弹，要把你输穿 ，Sorry baby， 你要买单。我就闹，脚跟直接压低，不管爸妈多怕吵。我就闹，谁管讲不讲理，规则就由我来搞。We will crush a party， 再起来疯 ，crush a party。We are party crasher， Baby we gonna crasher， Yeah， 这里主角是我，不管跳到地板再震动 ，Yeah， We are party crasher， Wow wow baby we will crasher， Yeah， 这里主角是我 ，My boys my ladies we will crasher， Oh my girlfriend 跟我一起 sway。一群老人在群组里面疯狂打出力谷新年才的台词，各位没有看过人就是很没有共鸣的。而且以前我们那么常看都是因为第四台很常播啊，现在谁家里在看第四台？我就问，除了我。我也有哎。你可是你在你家什么时候可以转开？你很少在家看电视哎。没错。讲不讲理，规则就由我来搞。We will crush a party， 再起来疯 ，crush a party， 再多不够 ，crush a party， 跟着我说 ，We will c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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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sh。白雪，你是会打牌的人？打牌会啊，打麻将你会？会。那你敢说你要碰吗？你这么内向的人，敢？可是我觉得我都是也是很冷静的说碰。那如果你胡了呢？那个我好像到了。要不要跟我打牌啊？而且你会先举手哎，就那个，对我刚才在模拟那个情境，好像我后面不好意思打扰三家，有一件事想跟三家讲，就是我好像糊了。Party Crasher 来自于安娜。
歌曲呢是来自于孔令奇的《老派恋情》，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一点钟到三点钟加入飞碟联播网，加入飞碟有一点，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你可以搜寻 Mary in Tower 玛丽的象牙塔，丽是美丽的丽，也可以搜寻欧马克，也可以搜寻文琪。哦，我要讲。你怎么这样对我？因为我文琪琪常拼错，WENCHI0830。我觉得我有一天一定要改掉。这我已经听了太多次了，算了算了，就是不会改了啦，不会改了。每次讲一次，我都流汗一次。有这么夸张？有，因为就是很像在自我介绍。你是有办法好好自我介绍人吗？你想想上次访问的那个谁？哪一个？跟你很像的那一个哦，陈佩颖。对对对，他也是努力练习来的。好，会加油。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
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爱的分量我却总是属于主意，我该给自己来一个冲击，换这十年一个痛快容易，但你的笑容如此甜蜜，这让我怎么能忘记，泪在滴，期盼着下周后的晚安，却留我独自不寐辗转。如果说凭着思念我们就能回到过去，我多想再给你一次拥抱和诺许，我们不像你最爱的浪漫剧，紧握与放手间挣扎犹豫，你的眼睛如此美丽，这让我怎么能放弃，去看清，去触摸你。这个段落的飞碟有一点，现在你已经满心觉得哦我要下班了吗？ Let's go。 我想触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被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声音，是你不由自主靠近，这种感受已经终极的安慰，我从不接受，我真的无法抽离，更无法逃离，脑子跑不走的跳的都是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像是美妙的交响曲，我只能躲在暗处静静的聆听你，无法再压抑我的心，我要抓住时机让你明白我的心。 浓郁浪漫的爱情，蠢蠢欲动的心， That's right， 一触即发的激情， So can you be my girl， 打破黑夜的折磨，我的身体无法抗拒这诱惑，我愁眉深陷迷乱中，但有个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中，想去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被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声音，是你不由自主靠近，
我只靠近一点，我无法转移我的视线。你是我唯一的眷恋，你是我这个的眷恋。我也有点口气，好像有点心机，但我有一股得到你的全部的决心。如果你说贪婪是种罪，我也不为爱睡，享受片刻的陶醉。嘿，浓浓浪漫的爱情，蠢蠢欲动的心 ，That's right， 一触即发的心情。So can you be my girl？ 令人着迷的邂逅，的身体间展开的心动，是我愁眉深陷迷乱中的有个奇妙事正在发生中。想触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你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身影，是你不由自主靠近。Oh oh， 我无法抗拒。Oh oh oh， 我无法抗拒。Oh oh oh， 我无法抗拒。Oh oh oh， 我无法抗拒。我想触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你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身影，是你不由自主靠近。潘玮柏的《无法抗拒》。在今天节目最后，有人在最后的时候是想要聊聊天的吗？小心诈骗，接通起故事点位。啊？喂？哎，麦克玛丽好，你好，是玛丽耶。你跟观众你好，玛丽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小悠悠，小悠悠吗？小溜溜，小溜溜啊！要来分享一周大事。要来分享一周大事。小溜溜，你的大事是什么？对，去首先那个。可以再说一次吗？去首先那个。去搜狗，你去哪里啊？毕业旅行。哦，你去毕业旅行，那你毕业旅行去哪里？动物园。动物园，那你有看到什么动物吗？有好多，我想不起来了。一只都想不起来哦。两只还是三只可以吧？大概两三只。那你有最喜欢的动物吗？没有。没有。没，其实你没有很喜欢动物。喜欢啦。喜欢。那你现在要跟妈妈去哪里？毕业旅行。哦，你照顾啦。你们现在在毕业旅行？没有，毕业旅行的日超过了。请问妈妈，请问妈妈她想说什么？星期三的时候是他们的毕业旅行哦。然后我们刚回家，放学回家。你们在哪里呀？我们在熊本。熊本，好，对对对对。那小溜溜，跟你聊天很开心哦。肯定是，跟你聊天我也很开心。你要说？没。那我们下次有缘再讲电话好不好？好。那跟小溜溜说再见咯。好，拜拜。拜拜。一起喵喵咪呀。喵喵咪呀。今天的
的飞碟有点，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的是 Gail 的歌曲《没关系啦》，送给你，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午后，有个开心的周末咯，跟你说声拜拜，拜拜。嘟嘟这剪辑彩色水花，任性到只有我们动作登场，没关系的太阳很大，当作好心的哥哥送我一幅画，we'll be right back.